choose between one life or the other. Your friend, the district attorney, or his blushing bride-to-be. I'm gonna tell you this one time, Jack fucking Twist. And I ain't fooling. What I don't know, all them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could get you killed if I come to know them.有些人的灵魂宽广到整个世界是装不下的，这样一句赞美倒不如说是好友对于希斯莱杰的一生沉重无比的叹息。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天才演员生于1979年，2008年离开人世时不过29岁，离他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不过一个月。他刚演完《黑暗骑士》，在电影里扮演让整座城市人心惶惶的小丑，这个让检察官哈维临阵倒戈，让英雄蝙蝠侠陷入危机的反派，被他演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邪恶，好像让人看一眼就堕入深渊。可是希斯莱杰来不及听到人们对他所有的赞美，就用英年早逝四个字为一生做了注释。2019年， DC 出了一部定位 R 级片的电影，名为《小丑》。小丑直接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3年因电影他捧回不少荣誉的演员杰昆·菲尼克斯是这部电影万众瞩目的主角，人们纷纷称赞杰昆是如今唯一拥有小丑气质的演员，这个唯一里带着点对于现在演员圈子的不满，毕竟不是哪个演员都能演出人们期待中的小丑纯粹的疯狂和邪恶，而之前的希斯莱杰却来不及迎接这份殊荣。希斯莱杰被邀请出演《黑暗骑士》里的小丑一角时，其实并不被人看好，所有人都认为导演和制片的选角眼光有问题。他们不知道澳大利亚珀斯是世界上最孤单的城市，可是这座城市却孕育出希斯莱杰这样疯狂且热闹的灵魂。希斯莱杰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父母都从事着体面安稳的工作，没有人会想到家里的那个小儿子会突然想要走上坎坷的演艺之路。他是朋友眼中下国际象棋的一把好手，运动健将，充满艺术细胞，还是打架也可以带上的可靠伙伴。朋友说他喜欢带有挑战性的事情，绝不花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上。在父母离异的那年，希斯莱杰找到了自己想要挑战的职业，演员。在学校里扮演的小飞侠皮特帆是他走向演员梦的第一步。17岁那年，他直接开着车载着好友朝悉尼而去。希斯莱杰打算放手一搏，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他遇到了自己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女演员 Lisa， 两人几乎是立刻坠入爱河。那时的 Lisa 已经在圈子里崭露头角，但是他不介意给这个青涩又爱笑的男孩一个机会。他给他引路，带他去洛杉矶。用 Lisa 自己的话来说，希斯莱杰将要在好莱坞大杀四方。事实证明 Lisa 并没有说错。1999年上映的《我恨你的十件事》直到现在还是不少人推荐青春浪漫爱情喜剧的首选。希斯莱杰在电影里饰演一位同样来自澳洲的怪人帕特里克，他英俊又不合时宜，聪明又特立独行，被人怂恿去追另一位怪女孩凯特时，用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On You 完成了影史上的一出名场面。弹着吉他的帅哥加上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啦啦队，在汗水挥洒的操场上深情款款演唱情歌，这个场景出现的瞬间让观众尖叫，也让希斯莱杰这个名字被人记在了心里。然而闪耀的成名之路背后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不断有类型相似的电影来找希斯莱杰，他们渴望用希斯的名气和名字再次创造出《十件事》这样的影片。但是希斯并不是这样止步不前的人，他喜欢挑战，喜欢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而不是被捆在同一部电影里出不来。那段时间的希斯几乎每天都拒绝别人的邀约，他在等，等一部大制作，等一部能够让他心甘情愿去臣服去叙述的角色。然而电话铃声响过后，通常不会是制作人的邀约，等来的只有餐馆的一个道歉，说希斯点的菜没了，可否换成另一样。期待中的电影角色迟迟不来，希斯片刻的狂喜过后只剩下了满脸的失望。幸好上帝没有忘记这个备受他宠爱的孩子，希斯等来了一个和著名老牌影星梅尔吉布森合作的机会。早在1996年，吉布森就同时作为导演和演员，带着电影《勇敢的心》斩获了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大奖。能够和这样一位优秀演员搭档，毫无疑问是对希斯莱杰的一种肯定。至此他们合作的电影名为《爱国者》，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发生的故事。希斯在影片中饰演吉布森的大儿子加百列，虽然故事主要将镜头留给了吉布森饰演的父亲，但希斯的表现仍旧不容小觑。
加百列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年轻气盛，一心想要从军，去前线为脚下的土地挥洒鲜血。当时不过20来岁的西斯，用天赋和努力演出了加百列的热情，演出了加百列的痛苦。加百列在教堂里游说有志青年加入军队时的慷慨激昂，和心爱女孩交谈时的雀跃和暧昧，弟弟为他牺牲后的悲伤，看到英军和大陆军交战时的震撼，这些情绪通通被西斯消化，然后化为表情和语言表现在荧幕上。不出所料，爱国者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他让西斯的名气更胜从前，让他又多了一位代表作，也让影史再一次证实他的实力。然而高潮过后便是瓶颈，之后的几年，西斯突然失去了上帝的青睐，他主演的电影《十罪人》和《凯莉档》票房都平平，业绩惨淡，好像当初那个天赋异禀的演员突然消失。2003年，昆汀拍出了《杀死比尔》，德普参演了《加勒比海盗》，悬疑电影《致命 ID》横空出世。然而，所有出色的电影里没有出现西斯莱杰这个名字，他被市场遗忘，没有人正视西斯的实力。那个一无所有，只带着满心欢喜来到好莱坞的演员西斯开始沉寂。直到2005年，李安找到了他，找到了这颗跳动着演员热情的心。后来希斯莱杰主演的这部名为《断背山》的小成本电影，用不到2000万的制作费用换回了近2亿的票房。电影里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因为要远离人群的高山上看守羊群，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和酒精的诱惑下，两人挤在同一个帐篷里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希斯莱杰饰演的恩尼斯腼腆害羞，不善言辞，因为两人之间禁忌的爱无法受到祝福，恩尼斯还是和爱人杰克分离了。然而长期的分别带来的只有无尽的思念，于是他们重逢拥吻。西斯饰演的恩尼斯时常用几个细微的动作就描绘出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比如说杰克离世后，恩尼斯找到杰克留下的2件衬衫，那是他们在断背山时穿过的，他们将衬衫涌入怀中，手掌不断收拢，好像在寻找爱人的气息，面部表情好像并不剧烈，可是那种微小的神情变化却述说了无尽的爱意。断背山上映后虽然被不少人抵制，但他们还是无法阻挡这部电影发光，就好像人们不再无视希斯莱杰的实力。希斯通过这部电影第一次被奥斯卡提名最佳男主角。而08年一部《黑暗骑士》让反派史上一个重要角色小丑和希斯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在影片里摆出颓废的姿势，露出诡异的笑容，站在哥谭市正义的对面，想要将那些自诩善良美好的英雄推到邪恶的深渊里去。他会涂着满脸的白色颜料，带着一群疯子闯进所谓上流人的宴会，用枪指着在场所有人，然后不紧不慢地拿过一杯酒一饮而尽，看似无厘头的要人说出对手的下落，激起每个人的恐慌。他率领一堆戴着小丑面具的信徒闯进银行，然后把枪塞进高高在上的人嘴里，却不杀死他，反而扬长而去。他故意站在马路中央挑衅对手，因为明知蝙蝠侠不杀人，所以等着宣扬不杀人的蝙蝠侠撞死自己，想以此推翻对方的信仰。而小丑炸毁医院的那一幕被人不断当作精彩素材剪辑回放欣赏，穿着一身白色护士服的小丑配上脏兮兮的妆面，一面走一面按动手中的控制器，随着一声爆炸，医院逐渐倒塌，然后他似乎仍不满意，使劲按了几下机器，最后一声爆炸中，医院彻底成为废墟，而小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赶紧上了车离开。就是其中几个动作，让人们看到了希斯莱杰的表演天分，看到了小丑的癫狂，名场面的出现不无道理。据说希斯莱杰为了贴合小丑的心境，将自己关在汽车旅馆整整43天，为了让蝙蝠侠对自己下狠手，不惜在表演前故意激怒对手演员。当时在现场的演员们无一不被希斯的表演吓到，也无一不被希斯的态度所感染，他的表演值得奥斯卡的嘉奖。可惜的是，这个出色的不断受到上帝眷顾的演员，因为一场用药失误的意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往后可能会有成千上百个小丑出现，但是记忆里满脸诡异笑容的小丑，涂着好像是廉价商品买来的劣质油彩，从漫天的黑暗里走来，成为整座城市的阴影，成为蝙蝠侠的梦魇，成为善良死对头的 Joker， 到底还是只有一个。和希斯莱杰合作过的导演李安说，即使他很年轻，即使他只是一个配角，他也会偷走整个电影，偷走整个演出。这句话已经为希斯莱杰的演员生涯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我是陈凡，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请长按大拇指来一波素质3连吧。